你之前跟我说的一切都是在欺骗，我都是编造的吗？李妃已在仁寿阁招供，承认大婚之夜行刺殿下，必隐瞒不报。我的目的和你是一样的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这个东西会让沈家万劫不复。我可以证明，因为我并非沈家之女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中天娱乐台《锦绣男歌》。